们先开始，就是花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交给你。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就先唱两首歌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进入祷告的时间。就是我们就是有些人，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声音是关着的，那我们也是就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自己对神说话。心何等靠不你，我
谁能像你？我敬拜你，却难真相。有谁能像你？我敬。神的面前，是的，主，我们爱慕你。赞美神在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的一切。Woo!
给神，唯一你只给神，如果唯一你只给神。有一两个人来向神献上赞美的祷告吗？雨林可以帮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的祷告。高举你的名，耶稣，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愿你的名被全地高举，愿大地上这些在全地万物都来赞美你，我们都是你的赞美主，也是你的子民，都来赞美你，也是你的子民，也是你的子民，也是你的子民，当是得大赞美，因要来。配得我们剩下一切的冠冕来赞美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你掌管这万物，你说地和你出产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的气息也是从你而来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全心都要来为主人赞美，你都来认每个造物全人敬拜，就我的每个细胞，我们每个细胞都臣服你，所以我们就祷告这样的赞美，这样的赞美，我们是无止的来赞美，我们更多放下自己来赞美，就是为了得到，就是因为你配得我全然的赞美，你配得赞美，你配得赞美 ，Praise you。Praise your name， 主说，我们的心涌出美意，我们的心涌出美意，我们的心赞美你，涌出那个赞美的词，赞美你的词，我们的心不住的涌出赞美你。主说，论到我们的王，论到我们为我们王所做的事，我们的舌头是快的手笔，我们的舌头就是忍不住的要来赞美你。还是让孩子你的心涌出那个赞美的泉源，让我们赞美你。好，就谢谢主，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来到，我们要今天要为我们的疫情来祷告。我们到下一张的 PPT。先来用，就是一开始我先，用第一个经文来唱第一个经文，之后你们可以用接下来的经文或者三个经文来祷告。那在这个部分，我就是麻烦，劝，然后还有俊威，还有少轩来为我们。
寻求我的名，转离他们的恶事。我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过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名，若是自卑、祷告、寻求我的名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过。亲爱的耶和华，是你的上帝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这名是应当被高举的，你的名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是你的名，你必垂听你名的祷告。耶和华，你是祭邪的神，喜欢公义，你是公义的神。满有慈爱的神，让我们在你的百姓无罪过犯当中，离开了脚步，悔改归向你，的心意更新而转化转变，回转归向天父的时候，你必垂听你这边的祷告，说，明天来为着自己。坦这个土地，这个人，所犯的罪，都能求你来赦免，也是求你来洁净这地。让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要圣洁。在过去我们的行为、思想、目的，在宗教、像祭祀当中。一切的东西不是讨你喜悦的东西，天父求你的恩，谢谢天父的你的罪行，你就因为你的爱乐的东西让百姓来转向你，你必吃下你的恩典大能，有时候求你来是放松你的职业，放松你的职业，放下你的恩赐，医治台湾，看COVID-19的人，就是出来你的免疫系统，你的呼吸系统，以保守每一个人，爱你的人，手里的那个职业。让疫情快快的，降温消退，谢谢你，阿门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更多来留心听你的话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来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来留心听你的诫命。主啊，遵守你一切的诫命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那你就会来把这些疾病。把这些瘟疫远离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宣告，主啊，是那个医治我们的神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是下一个极深的医治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这块地图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让我们真的心能够来回转向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来留心听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来听见你的声音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渴慕的来听见你的声音。主啊，你说主啊，你是好牧人。主啊，你的羊主啊认得你的声音。主啊，你是的主，你让我们认得你的声音。主啊，因为主啊，我们就是那个来跟随你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是那一个主啊，一定要来听你话语的。主啊，是的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来，主啊，我们赞美。赞美你。昨天晚上，就一些困境过的时候，主啊，当害怕抓住我的时候，神你对我说。神，你依然是医治的神，是的，神，在这个季节里面，虽然主啊，除了新闻想要抓住我们的眼睛，神，你说你是医治的神，但你依然在行神迹。你知道每个人生命中，神你在做奇妙的事。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主耶和华是至圣至荣至美丽的神，何神能像你？至圣至荣至美丽，有何神能像你？唯有你能摸着我们灵的深处。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说：“神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
在疫情的时候，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好就是转向你，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正在行大事。不好意思，说我们不看我们这些惊慌或是害怕或是忧虑，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伟大的神，我们奇妙的神，我们和平的君王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王的神，我们还是在赞美你。对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留意听是耶和华你神的话，然后又使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就不将所驾驭爱这些事加在你身上。耶和华你是一致的事，啊，你是一致的神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就是何等的这样子来爱我，何等你，何等谢谢你是何等这样子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，就是惭愧，然后我们没有，就是真的好好去明白你的心，就是好像还不够明白你的心。啊，对人民的，对每一个人的心，主啊，主啊，真的是请你来祝福，真的每一个就是还不认识你，无论是认识你的，或是还不认识你的人，角色我就祷告那个救赎，就是，你已经做成了，就是让他们。心里面他们生命当中是可以看见，主要特别是就是在疫情当中，主要正在在很多危险当中工作的人，或是在已经在确诊的这些人，有时候就是他真的是祷告你的救恩在他们的身上，主要让他们看见，主要你的平安就是在他们的身上，主要你的爱就是临到他，主要让他们真的是感受到那个从你而来的那个平安跟爱。主要主耶稣，我就祷告，请亲自的来保护、保护、来护庇他。就是祷告他们的每一个，你保护他们的每一个脚步、每一个时刻，主要都有你的平安，都有你的荣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主要因此他们就不再为着像是健康来担忧，不再为着未来担忧，不再为着疾病、财务各个方面。他们就得以认识你是何等的神，赞美你。哦，有谁能像你？哦，却能得真相？哦，有谁能像？就是把我们台湾的疫情，现在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，所有在前线的人，还有所有现在在受苦的人，带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你认识他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就是祷告，现在会是一个很多人他们会听到福音的季节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就是到下一个阶段，我们到下一章。好，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，要为我们的现在的进食祷告，还有线上小春霜的祷告会来祷告。可以请Mandy 还有迷人为我们这一部分来祷告吗？好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啊，我们来祷告，好，我们来就是常常交通在你的心中，我们是来祷告，说若我们藏在你的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，把你们所愿意的成就就给你们成就。耶稣，就是来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里面。来带祷来祈求，然后我也祷告盼望你是向内盼望的神，你懂我们的心，你要将一切的喜乐和平安也要来充满我们，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满怀盼望，所以
所以我就是祷告，把我们还剩下的三周的小村庄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主要就是祷告你圣灵，然后大大在里面的运作。然后我也祷告，当每一个人来寻求的时候，他们是来寻求你的面，主要你也把你的盼望、把你的平安、把你的喜乐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你也来带领我每个人，好像在里面有突破。我就想到，我们这礼拜的时候。然后圆梦哥之前他会说他觉得自己不会祷告啊，可是开始在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突破，就是觉得他祷告灵里面是很有力量的。主要我要祷告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啊，无论是在祷告还是在可能他们别的方面，然后一开始觉得力不可以的，主要我要在祷告这小村庄就是一个突破的地方，就好像他们来以后身上有很多的潜能跟恩赐，不要在这里来被突破。因为他们是要来寻求你的祷告。是的，因为他不能看麦克风，所以我来帮他祷告。是的，主要就像Mandy所说的，这是一个突破的地方。主要为着肉里的百姓向你献上感恩。是的，神啊，好像看到一粒麦子发落下来的时候，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就是奉主的名说，我将肉里他。投进来的时候，哇，一个麦子掉下去的时候，主啊，许多籽粒要长出来。我奉主的名说，主啊，这样的火，这样的同在，还要燃烧在神你的孩子每个里面。我在我们的见识祷告，在线上小村庄祷告会里面，神啊，降下你的烈火，我降下你极深的同在。是的，主啊，在这个翻新的时候，这个翻土的时候，就是个转化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所有人的祷告都被复兴起来。我们谢谢你，这个新的生命要长出来。新的生命要长出来，那与你人对的饥渴要生出来，对神心愿的渴慕，神我看到要生出来了，那与神的经历要被生出来了。主啊，我们说 yes， 我说 amen， 主啊，我们同意你在我们小村庄里面要做的每一件事情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继续的更多、更多、更多，因为神国里面还有更多。神，我们说我们要，主啊，我们说 yes， 我们 amen， 我们要，谢谢神。现在这个月的禁食祷告，还有每个月每个礼拜就是在小组里面的祷告，完全的带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我就是祷告一个喜乐的灵要浇灌我们，喜乐的灵要来浇灌我们，因为你说在你的面前有完全的喜乐。哦，主啊，我就是赞美你，我要在这边祷告，我们的展翔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宣告展翔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祷告，神你的爱浇灌，祷告我们真的是来经过在你面前，神你的爱浇灌，满意的、满意的，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真是永流而出，流到我们来的家庭里来，充满我们的主，你真的是要来行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要使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，更多的来知道你，更多的来拥有你，更多的来得着你，那我们就更多的来经历到你的同在，我们就经历到你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在你那个喜乐的一个道路上，需要我们的。我们就是要来寻求你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真的在生命中，在生活中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念头里，我们都要大大的来经历到。
所以我们就是为这阶段之前，我们就是在我跟劝在祷告的时候，就神给了两个经文，一个就是你们若藏在我们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愿赐，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是愿赐盼望的神，因着你们的信，将一切喜乐和平安充满你们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满怀盼望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信心扩张的季节。我们到下一个 PTT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现在是一个信心扩张的季节。你说，当我们祷告，我们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信心。就是我要祷告一个新的期盼，新的喜乐，新的喜乐，现在就来浇灌，哦，新的喜乐，现在浇灌，哦，耶，新的信心，现在来浇灌，哦，神，你就是雅颂杰跟雨林来为我们信心扩张，为我们大家教会里头有个信心扩张的季节来祷告，可以用经文或是有启示上面的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就是那个赐下信心与盼望的主啊。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季节当中，主，当你把我们摆放在一个这样特别的时刻、特别的位置当中，主，我们都知道，告我们的信心要在这个时候，真的就是说，我们说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无论求什么，我们只要信，我们就必得着。主，我就祷告这样子的信心要满满的，真的是深刻的，真的是扎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板上。是主，我们就是大声的开口，大声的来跟你要。主啊，只要是按着你的旨意求，无论是求什么，我们只要是信，我们就必得着。主啊，那样的一个信心是一个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就祈求你这样子的恩典，让我们每一个家人，他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。他们心里要蛮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与盼望。主，因为你说我们不用害怕，你必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必坚固我们，你必帮助我们，你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。主，我就说我们每一个家人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无论经历的是什么，主啊，我们就说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我们每一个时刻，我们都知道在你必看顾保守我们，我们不需要惊慌，因为你是神，你是那大而可畏的神，你是那个创造天创造地的神，是那一个创造万物的神，你也是那个创造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求，我就求你来更多的坚固我们每一个人，让你的爱能够毫无拦阻地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然后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就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你。主，当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你帮助我们全然的投向你，全然的依靠你。我们不再用我们的肉体血气，不再用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就是要来依靠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诗歌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拯救，你是我们生命中拯救你的救赎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，真的是那一个生命里头的那一个磐石。主啊，我们就祷告你这个磐石要屹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，使我们生命真的得着那个全然的安慰，并且我们就带着这个安慰，我们能够涌流出那样的安慰来安慰所有正在惊慌当中的人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就是更多要触碰我们的，就是在祷告中的。想到去年的那个展堂教会的信心的扩张的这个领受，主啊，我感觉过去的六个月，好像是你将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把它显明出来，你显明我们很多各自的生命问题，然后我们当中也开始
祷告进行祷告，来寻求你的突破跟你的翻转，对，就是你上下的一个谦卑，让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里面的问题，也让我们知道说接下来这个季节是我们要用祷告来领受，然后放下我们的心的力量，就是新的盼望，新的信心，新的能力，也就祷告更多祷告的恩膏，祷告的火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继续领受那个信心。主啊，你就说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那我们祷告一切我们生命中的突破，我们只要相信你，我们上来到你面前来祷告，我们就必得着。无论是身心灵的突破，无论是能力上的，或者是在职业上面的，在金钱上面的，或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的，主啊，一切只要我们祷告，你就必我们就必得着。然后就是说，我们大观领受你的那个经文，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帐幕，要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我们的绳子，坚固我们的橛子，因为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，我们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所以我们就祷告这心，就是向左向右的扩张。啊、我们祷告我们当中的信心，没有任何的怀疑，主，你就将我们里面一切的不相信，一切的怀疑、恐惧、惧怕，一切的不属神的，主啊，我就祷告你完全的把它挪走，因为我们不害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惊慌，我们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必坚固我们，我们的神必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神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。他的神是我们的拯救，神是展翔教会的拯救，展翔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拯救，展翔教会的每一个人要依靠他，不惧怕，没有惧怕，完全没有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我们的诗歌，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他是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你就来施行你那大能的拯救。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Amen。是的，主，我们今天这边我们就是祷告，我们的信心要在这个时候完全的、完全的被坚固。完全的被坚固，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的心里，像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与一同与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。神在神里面的一切已经充满了我们。我们接下来要为教会来祷告。就是我在刚刚看到，好像星星第一次参加我们，星星也可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吗？我们可以祷告，就是在教会大家在爱心里面更多连结，并且从主有更多的爱，可以吗？我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哦，好 ，OK。那这部分请先请 Mandy。 好，来主耶稣，主要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，然后就是用经文来宣告说，基督因为我们的信就住在我们的心里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众圣徒一同明白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能够测度，到神里面充满了
耶稣，我就是来祷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，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爱的教会。我也祷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基督心为心，去更加的明白你，去更加的接近。然后也祷告我们的每天肉体要来转向，要来听你。然后我要来祷告，让我们的爱心真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。然后就是祷告我们的生命都是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。然后我也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爱心是各国人都能想的，然后是在一般世界里面是看不到的，吸引他们会来归转向你。然后我也祷告当中也更多的人要来被爱来充满，就是完完全全来充满他，就像你这经文说的一样，不要是爱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，便要叫神的一切，就是你的爱来充满他们每一个人。欢迎，就是如果刚刚你没有太多次机会祷告的时间，也可以主动来祷告。看顾着教会，谢谢你的恩手看顾着就是教会，就谢谢你祝福我们，就是一个爱祷告的教会，谢谢你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主，就是时刻每天每一天主就是来到你面前来跟你说话，主就是因为阿爸，主让我们真的去认识就是那个关系，你是那一位就是很爱很喜欢关系的那位神，主要我们就是你的儿女，就是我们的父亲，主要我们彼此之间的儿女之间，彼此之间就是肢体，耶稣谢谢，主要谢谢你的爱，就是好像就是永留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就是常常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，主耶稣谢谢你，就是赐下这样子一颗心，就是爱教会的这一颗心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你赐下这一颗就是我们彼此相爱，爱你爱肢体的这一颗心在当中，谢谢让我们看见主啊，你的这颗心是何等这个长阔高深的爱，就是何等的渴望，就是每一个生命，就是无论在这教会当中认识已经认识的，经历或是还没有的，主啊，你是何等渴望每一个人，就是真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更多的来跟你说话，来更多的就是在来看见，主啊，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所以谢谢，主啊，我祷告，主啊，你这个。我们信心就是在这里面越发坚固，我们在里面的信在这个当中，就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看见那个何等有盼望，我们看见你的这个呼召是何等的有盼望，并且有恩典有丰盛的祝福，而且你本身这个福音本身是何等的一个大能，所以是我们谢谢你的祝福教会，祝福在教会，就是每一个人里面，就是信心升华，越来越坚固，才可以认识你是那一位耶和华的神。谢谢。耶稣，我就是用信心来认同你，同意你将要在我们当中行的大事，然后就感觉到你要兴起更多的年轻的领袖。我们是完全同意你继续的兴旺我们当中的年轻的领袖，主要那是下一个世代的，甚至是一个快速的，主要就是世代间的领袖，就是比我们年轻的，无论是18、19岁、20岁到25岁，主要我们就祷告你更多的兴起这个年轻世代的领袖，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当初拣选的那些使徒们，他们都是在这个年纪就开始。来被神呼召，主就祷告你，就是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来就是越发坚固，使人数天天增加，主就
就是相信你，要兴起我们当中的领袖。主，我也祷告你，就是把年轻人带到我们当中。主，你也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开始牧养，开始带门徒，开始传福音，开始在圣经上的教导。主，因为你说如果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我们就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定过。如果说祷告我们当中所有人，但像过去我会害怕说自己没有教导的恩赐，没有牧养的恩赐，没有什么样的传讲福音的恩赐，我就祷告我们若是缺少的，我们就来向你求，我们就来向你求，主啊，我们就在这里来向你求，一切我们缺乏的这个后赐神，他后赐人的神，赐人的神必一定会给我们。主，我就祷告更多智慧的灵、谋略的灵、策略的灵，非常聪明的灵，进入耶和华的灵，进入的灵，不是浇灌在我们的整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身上，主要就是完全的来领受你的能力，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能力、你的恩膏是为了要得着我们其他身边的人，主要就是赞美你，主要就是更多来兴起我们。兴起，兴起，你爱的教会，披戴一滴荣耀的教会，来兴起，兴起。是的，主，你用转的智慧抓来高我们，抓你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抓就是要来寻求你的智慧，抓寻求你的从你而来的信心，抓用你的爱来滋润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藏在你里面，你就藏在我们的里面。抓是的，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，抓当我们向你寻求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会乐意赏赐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向你求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求。主啊，我们教会主啊是刚强的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命都要得着复兴。主啊，我们的家族会得着复兴。哦，主啊，我要来奉主名来宣告。主啊，有许多的人，主啊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亲朋好友会来信主，会来认识你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同在会更深的充满在我们教会，这里你会更多的做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这样。因为是就像所罗门一样，说他所罗门，他没有要富贵，他也没有要其他的，神他就是要一个智慧。神你乐你的乐意，神你的子民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，主要为的是神你自己的子民。因此，神我就向你祷告。主啊，给宰相教会从你而来属神的智慧，是的，神这样的智慧至那个程度，主要是他女王都来到我们的殿中说，这是什么样的神？主要就向你祷告，宰相教会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教会，主要拥有从神来的智慧，以至于众人要来问说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主啊，以至于众人就要拉着我们的衣袖说，你信的是什么神？主要就向你祷告，从你天上而赐下这个清洁的智慧，主要在我们的当中。当时如何的主啊恩待所罗门，和你今天怎么样恩待宰相教会？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，恩待我们的神。奉主的名，释放从天上而来清洁的智慧在我们每个人里面。把我认识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真的是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见你；让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能够明白你。我就是觉得神在这个季节要放下一个很大的，就是听见，就是刚刚祷告的是，是你的羊，我们认得你的声音。主，我就是祝福展翔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现在神，就是好像那个邻里有点耳聋，或者是就是耳朵听力不太好的，主啊，
们就祷告你真的是提升我们的听力，让我们可以很贴近你的心来聆听你，除了聆听你的智慧你的教导，更多的是我们能够听懂你的心，听懂你的心跳，听懂你唱歌，听懂你在对我们所唱的一首情歌，主要特别是听懂你的爱，听懂你的爱，听明白你的爱，就好像父亲对那个襁褓的婴儿说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是呢喃，有时候就是表达爱。所以我就祷告我们整堂教会的耳朵，他开始听见父亲、父神、耶稣、圣灵的声音，可以很亲密的听见，奉圣灵祷告。对，是的，主，我们就是我们谢谢你。因为你说你就是那个伟大的神，你是有拥有的，你是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都不改变的神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能力不改变，并且你的权柄也不改变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就是把我们今天的祷告的时间，就是完全的带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哦，在接下来的一周，哦，主啊，你就是把你的灵继续的来让我们的心对你有渴慕，然后让这样子的火不要被熄灭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就渴慕你的同在，每天都来渴慕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。哦，主啊，你是那样子的渴慕我们，你是那样的乐意亲近我们，就让我们都能够更深的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永远不放弃我们。哦，你的教会，你要在这里建造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，归给我们最荣耀的神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是不是要分组吗？谢谢肉爷的带领，就进入到小组里面。有如特会的晨祷会。